没带，我连内衣都要去那边。认真，认真，我这边只带一件。还是你这边穿七件，这个厚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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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超泰的。今天我的 OOTD， 我好想要全部包。对啊，一个女生台北站走在路上，你几点回家？两点。好晚哦。飞机下班私生活势在必行，要送好口碑去泰国啦！但是免费机票的代价就是我们旅途中会有一些神秘任务要等你去完成。制作单位还有特别说，我们在收行李之前要先打开一张任务卡，不带衣服出国挑战。现在好没安全感哦，希望不要开天窗，好恐怖哦！算轻吧，很轻，行李箱应该一两公斤而已吧。我什么都没带，我连内衣都要去那边买。认真，认真，我这边只带一件。还是你这边穿七件，这个厚度。希望这一次旅途顺利。啊，才两个音阶而已。很好了。只剩这一套，我明天就只能穿睡衣出门了。啊，这边是哪里呢？这边是巴达雅的周末夜市，它只有周末才有哦，五六日。名字在这，我不会念英文，三个字卡。OK， 那我就挑挑看吧。Go！ 哇，这件很可爱，这件很可爱。你的标准也太高了吧？38元吗？还好，我以前真的买过。好，等一下如果没有38元，你等一下就裸体。都不顾一旁就有游客裸拍族，直接开拍。超可爱，真的，那我要买。真的，其实可以。不行，我们两个没有人在当黑脸。好婆，好婆，很可爱。看不出来吧？薛定谔的胸部。他在有跟没有之间。噔噔。而且它是裤裙，哎，我刚放弹跳就不怕裤。哇，好，应该蛮高挑。现在就是私密时刻了，不买不行啊！明天没有那个胸罩可以穿。哎，我们应该是最遵守企划的一个 YouTuber 了。我真的认真的买。找呗，你不要为了异性，到时候隔几天看胸部旁边都宽宽。啊，这就是我今天的战利品，大家期待一下我明天穿什么，很赞哎！我今天这样买也才720，真的假的？哇，如果不算 New Bra， 那 New Bra 就不让你报公章。哎，小心 ，Hello。我们在帕塔亚的一个 outlet， 然后还比台湾更便宜一点，然后又在半价。这一件裤子这样打下折才1000块，一件 Levi's， 然后上衣才500块。上衣超好看。然后你看，有一个叫 Baggy Daddy， Baggy， 这一件裤子叫 Baggy Dad， 果然你的爸爸只能在帕塔亚找到，还是明天就穿这样？好啊 ，OK。卖超多，自信了。一件裤子平均1000块，怎么那么贵、啊？还有带男生来逛，你看这个，这才350，买给爸爸都不吃亏。好可爱，绿色好可爱哦。嘿，这个才390，这个包包我们刚整个失心疯哎，好想要全部包。对呀、啊，超可爱。虽然我一直在想说回台北到底会不会背，但一个女生台北站走在路上，你几点回家？2点，好晚哦。你怎么不回家？好口碑小尝试，如果在泰国遇到说满1000铢才能用信用卡付款的话，就买超过1000块。很好看，我终于看到我喜欢。
个包包，对啊，这个颜色也很可爱。大家记得如果来商场的话也可以要要看 discount， 像这件原本是490，现在就变400块。这个太性感了，太低了、而且今天也没带小可爱、如果有穿平口的就这件蛮适合。那我们现在换这个咯，请大家期待明天的飞机。嗨，这是我那天的战服包包，还有那个裙子，这件真的比我觉得对比那个好看。对啊，这样比较可爱。那为了明天的战服呢，我要好好在西林纳卡夜市努力。跟他说臭臭，这现在就是我们一直想吃的那个吗？露臭，我最爱的。好形状哦。这个就是泰式当地的甜点，然后非常有名，它就是用绿豆沙，然后外面裹一层又像吉利丁的东西，很好吃。重点是它的形状都会做得很可爱。好 Q 弹。外面就是吉利丁粉、然后里面就是绿豆沙，好吃，它好浓、真的假的？然后还有一点椰奶，哇，好可爱哦、好吃哎，超级可爱，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想要吃生腌，你要吃螃蟹吗 ？Yes。如果明天我拉肚子就算了，但我平常日常有在训练，应该不会。很推荐，很好。它这个肉就是这样软软的，然后你就直接一咬，然后就全部都挤出来，不用剥壳。但是大家就是吃之前还是要评估你自己是不是肠胃战士。好好吃哦，推推。哦，玉米超像吃的，焦糖玉米耶。要吃吗？啊，好热。因为我有毒，所以要分开。哦，好吃耶！真的吗？好喜欢。没有效果。我看你的脸就真的没有笑，还是我们回台湾创业，不要做 YouTube。买玉米，龙眼水，我们泰国的圣水，超好喝，而且不甜。现在已经不是泰奶的天下了，现在是龙眼水天下，请跟上潮流。哎，贝静，你看这些法裤，你猜多少钱？你眼睛好厉害啊！好可爱啊，好可爱！你买了几条？我买了六个。哇，六个？对，到20块。哇，好便宜哦。满载而归。超多，我这边还有一半。你今天超泰的，今天我的 OOTD， 昨天买的墨镜、项链，然后那个外衣，好性感哦，那个内搭，然后我的气泡包在巴莱雅买的，然后 Levi's 的裤子，哇，好爽哦！现在只差一个皮带了啊，真的。今天我们来到卡都恰，全世界最大的市集，还有15个足球场那么大。好像又实心的啊！你看这现在全部都是刺绣，而且是真的，一针一针刺的那种。这个是手工刺绣，它不是针，也不是熨斗。这边人工真的很便宜耶，真的超美、超可爱的。那我们两个现在在纠结这个，对，因为太好看了，1080，我觉得很值得哎，觉得很值得。看它什么所有东西都是填满的哎，对、啊，然后侧边还有，侧边还有小细节，可爱。然后这边还有那个很漂亮的 logo， 一起买就不会那么有罪。好，你买我就买，你不要买。只买了那个包包，因为这边的衣服平均都比那个火车头夜市还贵哦，我们被惯坏了。因为这边是因为观光季，所以它价钱比较高，然后衣服重复性也蛮高的。晚上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可以买的明天的衣服，不然你明天就要裸体了。
好，现在我们来到乔德夜市。Yes， 那这边其实他吃的比较多。哎，但吃的真的很多哎，刚刚还有看到一个跳跳鱿鱼，还有火山排。你敢吃鱿鱼吗？它是活生生的吗？对啊，活生生给你吃，好恐怖！我喜欢吃冷冻的。如果有胆量大的话，可以挑战看看。我想让你穿这个，这个毛绒不行啊，要等我练身材练好一点。好、啊，这个好太性感了吧？约定好了，好，约定好，打勾勾。哎、欸，这家东西好可爱哦，它有一个电话包哎，太可爱了，超可爱的。你看我画这两件，哈，这件很好看哎，我刚穿起来太好了，我选这个，应该 OK 吧？这样两百块。你明天要给粉丝一些福利。明天是 modeling 的杯子啊，这件多少钱？100块。好、啊，那我要买。好、啊，那我穿姐妹装。好，那这件就算了，太辣了。好看，我这个穿起来很肥。如果大家看到我穿这个的话，就知道这件不太妙。给雪瑞了。好了，结账。穿得下去，另外一件我连手都塞不进去、啊，太扯。那你今天怎么感觉有一点素，又有一点时尚简约风格？因为昨天我们有接到一个秘密任务，如果不知道这个秘密任务，可以去看其他集就会知道了。Oh. 我们根本就整夜没有睡觉。那所以你眼妆的部分是，根本就没化、啊。我们今天来到拉卡达火车夜市，哦、oh, ，还不错哎、欸。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衣服有没有比较多。好，看明天你会裸体还是一定是有穿衣服的啦？Go go go！ 重新，还在照了。这边其实五成的店都没开。对啊，有些还是招租中哎。哎、欸，那边可以定制衣服哎、欸，什么意思？我们可以印 hardcore bay 在上面。可是一定要那个图吗？还是不一定？好像不一定，可以只印中文字。真的假的？对啊，衫子不一样，有不同价格。那我们要框起来。对。Like this, a one black bar。所以我们两件衣服才360哦，还含那个印字。那还是我们在这边当中介，就是帮人家印大学弟。是有点毛绒的质感，哎，对，它是比较厚一点，啊、然后毛毛的。它不是颜料哦，而且那么短的时间内又做出来。对、啊，而且是老板亲手帮我们。工很细，他一个一个 R O 的那个都要撕下来，准备好位置之后开始压。对，所以应该每一件衣服的位置都不一样，对，稍微有点偏差。很好看，超可爱的，哦，可爱，我们的团服。耶、yeah, ，就期待我穿吧，我们就机场见喽。哇，这就是我的飞机衣，很好看哎、欸，后背我也觉得超好看。那还可以摸一下它的材质好不好吗？可以，我可以摸吗？可以，粉丝可以摸吗？不行，粉丝摸自己的啦。哦，没穿裤子、哦？没有，我有穿瑜伽裤。对，瑜伽裤这样配很舒服，很好看哎、欸，在飞机上就很柔软。把、啊、你的行李整理好了吗？当然整理好了，我们等一下要赶飞。全部都是买到的衣服，好厉害哦！满载而归。夜市和百货公司真的都蛮好买的，好紧张哦，到底会多重？嗯、你买到17公斤？我买了9公斤的衣服啊，太夸张了吧！明明还有零食，没有，人家只买一点点而已。哦，冬阴功的饼干好好吃，我买了4包。啊，真香！哎呀。哦，这几天真的超紧张，我不逛街就不行哎，他强迫我逛街。然后我最喜欢的衣服是兔兔那件，哈，真的假的？它领口有点没有翻好，可是那是我觉得我搭最完整的一次。你说卡多卡吗？对，我很喜欢你。
彩色裙子，那件加阳加那个太阳眼镜真的很好看。哦，是哦，那我回台湾去海边也可以这样。路上不敢吗？怕人家觉得我很像独角兽。好啦，那喜欢这次的影片就帮我们订阅下班私生活，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还有订阅这个Call Corbett， 拜托了，这个一定哦。会被剪掉吗？时尚时尚，有在健身有差。因为我前一天都没有睡觉。为什么？太兴奋睡不着。是我们的毕业旅行吗？才不是嘞，这是开始之旅。醒了，这是开始之旅。下不要乱说话。